吴京金鸡奖拍照姿势像人形立牌，谢楠晒美照示范向老公喊话。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昨日在厦门圆满落幕，众多明星亮相，影帝影后等各大奖项也纷纷花落人家。而在昨日金鸡奖现场的吴京好似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吴京穿着帅气西装，站姿端正，正气凛然，但与身边成龙、黄渤等人同框时，站在他们身边就像人形立牌，一动不动，十分可爱，引起热议。而对于吴京拍照姿势，今日上午老婆谢楠在网上晒出一组各种拍照姿势，并艾特吴京拍照姿势了解一下，回应吴京金鸡奖拍照姿势。另外，谢楠与杜江担任第32届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的主持人时，也是台风优雅，气质不凡，娓娓道来，与吴京在颁奖时的动作有着本质性区别。看来吴京还真得要和老婆学习一下如何拍照才好。今日谢楠晒各种拍照姿势为老公吴京示范，尽显夫妻之间的深厚感情。不少网友看后评论道，楠楠不愧是我楠楠，太美了，期待楠哥好好教教金金摆 pose。